芝加哥最具美国风情的大都市，世界顶级博物馆、醉人的风景名胜、辉煌的历史建筑、顶级购物天堂汇聚于此，这一切的完美融合造就了这座城市的非凡魅力。在这个非常友善的城市中，我的最爱之地就是千禧公园，它坐落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旁，是芝加哥精彩都市生活和文化艺术的中心。在这里，您可以漫步欣赏遍布在公园各处著名艺术家的杰作，例如被人们昵称为豆子的云门雕塑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可能会遇到宏伟的杰普里斯克露天音乐厅举办的大型音乐会。更棒的是，游览千禧公园、聆听音乐会以及参加其他精彩活动都是免费的。另外，屡获殊荣的 Park Grill 餐厅就在公园入口处，在夏季他们会邀请您享受独特的美食与美景户外大餐，而在冬季，位于公园内的麦考密克论坛溜冰场将为您的游览增添浪漫色彩。如果您足够勇敢，请登上高达412米的摩天观景台，俯瞰芝加哥以及周边地区的壮美景色。从103层延伸出的封闭玻璃悬空观景台 The Ledge， 直观脚下的风景更是壮观。另外，不论您是要寻找顶级购物、一流的餐厅、酒店，还是无与伦比的娱乐活动，在芝加哥壮丽一英里大道上，您都会找到。要真正体验壮丽一英里大道，您一定要来这里逛街。这里的顶级购物体验绝对可以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购物区，包括水塔区周围的购物中心在内，这里有超过460多家专卖店。对于时尚达人们而言，巴宝莉、宝蒂加、宝格丽、香奈儿、拉佩拉、路易斯维登、拉尔夫劳伦、费拉格摩和乔治阿玛尼等国际一线设计师品牌汇聚于此。在一年中，芝加哥有众多精彩的节日及庆祝活动，例如 Lollapalooza 音乐节、芝加哥之味美食节，都会为您的旅程增添难忘的回忆，所以您还有什么理由等待呢？